好不好玩啊？什么？你给我滚下去！哎呀，素儿妹妹，你说这一路上吧，你总是唉声叹气的，我在那儿吹的小曲儿都不能驳你欢颜了。哎，这再往前走可就到安丰郡了。你要不想嫁给史玉那坏小子，我现在就送你回去。他舅舅乃当朝太尉，父亲要将我许配给他，定是有难言之苦的，我又能怎么样啊？ 不然就嫁给我呗，反正我们沈家与他已经不共戴天了，我也不怕多此一筹啊。哼，就你？我怎么了？我什么我？我跟你说啊，我沈墨可是如今天下最牛又会吹曲儿的赏金猎人。对，你最牛，你最擅长的，就是吹牛。 坐，全部杀掉，不留活口，通通给我杀掉，保护小将。 苏儿，别乱跑啊！大哥，三弟，您二哥奉命去京城迎亲，是否今日该回来了？说的是今天。哎，大哥，二哥与苏儿姐姐从小青梅竹马。 指腹为婚，如今苏儿姐姐被官家钦点为史衙内的妻子，你不觉得这里面颇费思量吗？如今奸臣当道，想必苏家也是有难言之隐吧？大哥，我去迎迎二哥。 给我找苏儿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是。
走，我们下去看看。陈玉农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今天要是不来，你就被歹人杀害了。哎，多谢陈姑娘搭救，小生这厢感激不尽，改日登门叩谢。哎，你这火急火燎的，他们为什么追杀你啊？孩子没娘，说起来话长啊。那个，你先回你的西风去啊。哎，沈墨，快！怎么样？里边没人。大哥，人呢？我俩追着悬崖边，本以为那苏儿跳崖了，我俩下去分头去找，可是没找到人。继续查找，找不到人，谁都活不了。是，走。是。这点功夫还敢出来杀人？何意？安犯沈墨，谋杀朝廷命官之女苏儿，犯下死罪，杀！且慢，我二弟与苏儿自幼就有婚约，他怎么可能谋杀他？我想，你们一定是误会了。安犯沈墨，奉命去临安接苏儿，归途中将其谋害，畏罪潜逃，官家正全力缉捕于他。窝藏，定当死罪。这绝对不可能。沈晨，这个世上就没什么不可能的事。就像你父亲，原为本朝忠臣，却与那贼相岳飞结党营私，忤逆朝政，这难道还不是事儿吗？是。你舅舅张太尉害死多少忠臣贤良？这句话从你嘴中说出，你不觉得害臊？来人！搜沈衙内，还是等我二弟回来，我带他去衙门，自会阐述清白。沈晨，身正不怕影斜，做贼难免心虚。不过沈墨没有杀苏儿，何惧搜查呢？哼，请便。
有松！屏幕衙内，西屋没有发现案犯。屏幕衙内，东屋、堂屋、伙房没有发现疑犯踪迹。把案犯亲属沈晨带走。 是沈晨，沈衙内，我朝早已废除株连，你没有权利抓我。沈晨，史衙内作为赏金猎人，大将头领，朝廷已授权他追杀苏儿被杀一案。他带你走，也是为了配合追杀凶犯。既然你口口声声为沈默辩解无罪，跟他走一趟又何妨？也罢，带走。 小心！大哥，走！追！三弟，你等一下。大哥，走吧。三弟，快去找你二哥。全死了。啊！二哥下落不明。大哥，我们走吧。 大哥，抓住他们！你不走，我也不走。三弟，大哥，他们明明就是陷害我们，你为什么不走？我若走了，这莫须有的罪名岂不被他们坐实了？你把他们带走。 衙内，苏儿的尸首到现在还没有找到。加派人手，活要见人。 死要见尸。是。你派人在这里等着，沈默一出现，马上擒拿。是。苏儿。 将他们兄弟二人严加看管。是。兄弟，请你速回去禀报太尉，让他老人家放心。十日之内，我定将沈家兄弟连同四样宝物一同奉上。我已留下精兵一百，随时听从你的调遣。告辞。 沈家兄弟虽落难于此，却彰显英雄之豪气。小弟始于佩服有加，这碗酒原本是我和苏儿的喜酒，没想到落得如此尴尬之境地。盘古开天，人在做，天在看，是非曲直，孰是孰非，莫过于道理。 天作孽，犹可为；人作孽，不可还。沈兄果然好文采，小弟自愧不如。这碗酒，只为英雄相惜。我敬你了。
道不同不相为谋，这酒就免了吧。沈晨，别给脸不要脸。混账，我与沈家兄弟乃英雄豪杰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，还不滚开。你们凭什么抓人？让开，让我进去。放他进来。大哥，三娘来了。这酒还是留给你们兄弟三人上路时再饮吧。光天化日之下，你们竟敢冤枉好人！大宋可有戒律，冤枉好人不得好死。三娘可好？哼，好能到这儿来。市衙内，大宋可有戒律，禁止连庄连坐，沈默杀人，你抓他们俩干什么？朝廷戒律，我只是服从罢了。哼。三娘，沈郎，他们有没有折磨你？金鸭鱼肉倒是一样不少啊。我就知道你要来，所以已经为你们备好了酒菜。嗯，金鸭鱼肉再好，也好不过我豆腐西施的一清二白，对吧？史衙内，把牢房门打开。让你进来，已经是给足沈晨面子了。把牢房门打开，恐怕不妥吧？那老娘自己喂总可以吧？衙内，他们分明就想羞辱于你，我把他们全带出去，各打50大板。走。沈郎。三娘，设法找到二弟，让他查出真凶。三娘，让二哥活下去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大哥，三弟，沈默，谋害朝廷命官之女苏儿，即刻收押。胡说八道，苏儿与我指腹为婚，我怎能加害于她？人证物证均在，还敢狡辩？带走。站起来。啊，走。
小丫头，你倒是跑太挺快了。你们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要害我？阎王爷看上你了，害我们来提亲。阎王爷看上你，害我们来提亲。姑娘，快往山下跑！想跑？杀了他！ 三弟，在找你二哥的路上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到那儿一看，地上全是尸体，苏儿姐姐也不见了，也没见着二哥。哎，你二哥的性格虽然冲动，但保命的本事还是有的，莫过于担心。哎，大哥，那你觉得二哥会去哪儿呢？ 让开！二弟，二弟，三娘，哎，别过来！二弟，我大哥他们呢？你大哥和三弟被他们抓了！走开，走开！干什么你？别打！高庆基，各位看官。
光天化日之下，歹人诬陷好人，为非作歹，大家快去报官，快来救人！啊、三娘，来！来追我呀！追！杨婆婆，她这姑娘气血紊乱，一定是受到了惊吓，不过没有什么大碍。莫非她就是沈墨急匆匆要找的人吗？你看看她这佩戴，定是出自名门望族。你再看她这穿戴，一定是和沈墨前去拜堂成亲的。
行，那要赶紧把他叫醒，然后送到沈家。你看看你，再大的事情，也要等他醒来再做商量啊。靖农啊，你为沈墨做了这么多的事情，现在啊，我还真是想看看他的庐山真面目呢。沈墨，沈墨，沈墨，快来救我！沈墨，沈墨，快救我！姑娘，姑娘，姑娘，你们是谁？不要过来！别怕，姑娘别怕。我是陈靖农，这位是杨婆婆。你认识沈墨？沈墨，沈墨在哪儿？快带我去找他！你看看你这小姑娘，靖农救了你，你不向他道谢，反而要让他带你去见那个沈墨。哼，早知如此，我们呀就不该救你。陈姑娘，谢谢你搭救，素儿莫齿难忘。我救你，就没想过你要谢我。但是我想知道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那些蒙面人要追杀你？我和沈墨自临安城来，这一路上本来很安全，可是没想到，快到了安奉军境地的时候，却突遭横祸。我也不知道那些人为什么要对我下毒手。你是临安人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？你，我当然是要帮你了。你与我非亲非故，我为何要你来帮我？我又不知道你们是什么人，我为何要信你啊？就凭我救了你的命，难道还不足以让你信任我吗？连日来，我遭遇太多的变故，一时间我也不能理清头绪，该信谁，不该信谁。我也不知道了，其实我不能回答你的问题。你，姑娘，我看你谈吐气质不俗，又是从临安城来的。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，你就是翰林大学士苏宗儒的女儿苏儿吧？您认识我的父亲？不认识，我呀也只是听说过而已。若是听说又不认识，那为何您能说得如此详尽啊？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？你给我出来！史衙内跟庆忌为什么要抓我哥？你是要吓死我呀？啊！去！我问你啊，你身为安丰郡的青天大老爷，你为什么不管？是我为什么不管？是府庆大人到！这狗东西！冷静！你想害死我呀？啊！行了，躲起来！躲起来啊！十步杀一人，千里不留行。哟，清静大人，韩都头，你这是要杀谁呀？哎呀，什么杀谁呀？我是在读李白的《侠客行》，这。青骑大人光临寒舍，所谓何事啊？少跟我来这套！你迅速命令全城赏金猎人，全力缉捕案犯沈墨。哎，这么说，沈墨是真的杀了苏儿？韩都头，别跟我装疯卖傻。朝廷指令你也看过，
难不成是假的吗？什么声音？那个啊。令全城猎人全力追捕沈墨。是。刑警大人，这是何必？命令我已经传达了，还有何事啊？韩都头，沈家三兄弟的事，我劝你好自为之。告辞。慢走。不送。这庆忌简直血口喷人，血口喷人！他不需要拔刀，小点声。这，来，你过来，你先给我坐下。沈墨，你老实告诉我，苏儿是不是你杀的？我与苏儿指腹为婚，青梅竹马，换你，你会杀吗？啊？但你说苏儿现在在哪儿？我不知道啊。你不说是吧？那你就告诉我沈墨在哪儿，我自己去找他。早年间我就在临安听说过你父亲的为人，说他在朝中为人低调清廉，从来没有得罪过任何人。可他们为什么要追杀你？你又是怎么从临安来到此地的？十天前，张太尉宴请我父亲去吃酒，没想到父亲回来后，却突然要将我许配给史玉，我自然是不从的，就与父亲大闹了一场。不曾想，父亲却以泪洗面，寝食不安。我也是心疼父亲，谅他定是有难言之隐，便也答应了。那沈墨为何又苦苦寻你呢？从临安来安奉君路途遥远，我父亲便请他前来护送我去和史衙内完婚。没想到这刚到安奉君的地界，却惨遭横祸。为什么是沈墨奉旨来护送你呢？我家和沈家是世交，我与沈墨本是指腹为婚，既有婚约，那沈墨就是最值得信任的人，所以才派他前来吧。原来如此啊。婆婆。哼。这是张太尉的圈套。完了。哎呀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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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死无对证啊。这下我看是谁也救不了你大哥和你三弟了。你先把我大哥跟三弟给放了。我。要不这样，我劫狱把你给打伤了，你也好有个交代，行不行？问题他们就没在衙门，劫狱你没在衙门？你是掌管衙门的都头，这整个安丰军都归你管，没关你这官呢？小点声！来来来来，我跟你说实话，别动！我跟你说实话，这事是朝廷直接任命史衙内去负责，我就压根插不了手嘛。你插不了手，那刚刚庆忌老儿为什么要你发号施令给猎人？因为猎人知道是抓你们兄弟，他们不想拿这个赏钱嘛，所以他们才逼我。我哥到底在哪儿？沈墨，你给我仔细听着，你哥在哪儿，我真不知道。
放心吧，等沈墨来的时候，定会放你走的。沈墨他知道这里啊？有缘之人，早晚都会见面的。三更喽，关好门窗，小心火烛。三更喽，关好门窗，小心火烛。三更喽，关好门窗，小心火烛。废物！这么多人，居然让那小娘们给逃走了。那蓝衣女子功夫实在太了得，好几个兄弟都死在她手里。我也是拼了全力，怎奈武功逊人一筹。你确定那是个女的？那女子是否用的长剑？没错。哎，亚内，你还记得西风郡那个陈静农吗？陈静农最近沈墨与她眉来眼去，勾勾搭搭，此女子一定是她。不管是谁，抓住苏儿，定会找到沈墨。受苦了，衙内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接到你的指令，我飞马而来，就没打算囫囵的回去。我战死是小事，但不能耽误了您的大事。如果我不回来禀报，那蓝衣女子万一与沈墨联手，岂不更加麻烦？好，既如此，你现在就去沈家藏着，切记，如有来人，不要惊动。只要抓住苏儿，我们就一切好办了。明白，我这就去办。今夜花好月圆，想那沈家兄弟生死相依，沈晨、沈君在此，想那沈墨定不会袖手旁观。咱们就做个守株待兔，一网打尽。怎么，这不是说话的地方，随我来走。哎。
我就知道你会来，所以就在那儿守着。你的脸，你要是再晚来一会儿啊，我定能被那蚊子给吃了。这看上去不像是被蚊子，被庆金的狗东西给打的。哎，沈墨没去找你帮忙吗？八个时辰了，怎么都没有人？我让那小子去查杀害苏儿的凶手，我想他在此地无亲无友无依无靠，肯定会去找你帮忙啊。可他，三娘放心，苏儿在我这儿。沈墨他，哎呀，别提了，沈晨和沈君被史衙内抓走了。你说沈墨会不会去救他们哥俩呀？他们被关在哪儿？史衙内家后院的牢房里。我现在就去救他们。哎，静农，我和你一块儿去。你就别跟着添乱了。不在房内，果然是被劫持了，赶紧分头找。是。干什么呢？膳房的伙计，史衙内叫我来送个酒。好，进去吧。是吧？二位大哥，哎，这喝水呢？哎呦，这么辛苦。怎么能没酒呢？来来，衙内啊，让我送来一壶好酒孝敬二位啊！哎，哎，好酒好酒，不错吧？嗯，三弟，大哥，怎么了？小伙子挺懂事儿啊！哎，滚吧！哎，啊，慢慢喝，慢慢喝，滚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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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个时辰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来，咱俩先喝两口，填填肚子。哎，来来来，来哎。哎，大哥，好像是二哥来了。不好啊！怎么了？哎呀，这酒不错哈。嗯，不错，是好酒。有可能会中了史衙内的圈套。啊！庆叔，衙内，可找到你了。怎么是你？沈墨来了吗？他早来了，不知又跑到哪里去了。我怕打草惊蛇，不敢全院自搜，可迟迟没见他劫狱，我担心他是不是要劫持你。哼，我也不是等闲之辈，他要来劫，我定跟他拼了。他是不是发现你们了？我早已跟手下下过命令，就算天塌下来，他们也不会出来。我向你保证，他一定没有发现我们。可这个迟迟不见他动手，沈墨他足智多谋，会不会牢房？我们去牢房看看。走。接着喝。二哥，大哥，弟弟，二弟，可算见着你了。现在这外头全是伏兵，咱们趁他们没醒，赶紧出去。二弟，二弟，我们不能走。大哥，你疯了吧？我好不容易进来，你就不走了？二弟，你听我说，苏儿被杀一事，
定是被人栽赃陷害。如果我们此时走了，无疑就是告诉世人沈家兄弟杀了素儿，到时官府定会通缉我们，我们兄弟几时才能为父亲报仇洗冤？可是二弟，尽快找到证据，还我沈家兄弟清白。二哥，你快走，我和大哥留在这儿，你一定要找到凶手啊！哎呦，二弟，听大哥的。不好，沈墨已经来了。走。好，我一定尽快查到杀苏儿的凶手，给大哥跟弟弟洗清冤屈，给苏儿妹妹报仇。抓住沈墨。二哥快走。白天让你逃脱是你侥幸，现在自己送上门来了。我看你这次往哪儿逃。给我拿下。二弟，现在先进房。什么？放开衙内。二弟，走啊，把他放下。二哥小心呐。给我追。别走啊，别走啊，追。追，快。追了，那个人棍法超群，你们一群人上去拦他不住，即便追上又何妨？我就不信了，那个沈晨、沈君都在这儿，他沈墨一定会回来。走，回去。枪扎一条线，棍扫一大片，看那人棍法绝非等闲之辈，难道沈墨真的找到了世外高人？你现在就去客栈把那些官兵全给我叫来，我就不信了还抓不着沈墨。这沈墨诡计多端，刚才咱们那么多人都被他耍了，我看不如给他们来个引蛇出洞。不好了，那个持棍高人又回来了。什么？什么？去看看。谁还敢来？来呀！宋三娘，快放了沈晨，老娘饶你们不死。如若不然，当心老娘手里的棍。
宋三娘，真没看出来呀、啊，原来你就是那个世外高人啊！哼，别以为老娘只会做豆腐，兔子急了还咬人呢！少废话，快放人！把他捆起来，关进牢房。你们谁敢？小梁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起来！果然被我猜中了。韩都督，兄弟，这次我韩某人记在心里了，多谢。有话快说，别耽搁太久，告辞。韩兄弟，你怎么来了？沈墨啊，来找过我了。哎，韩都督，那我二哥现在怎么样？你们放心，沈墨他没事儿。他来找我，就是想知道你们被关在哪儿。可是当时我也着急呀，我自己也不知道。他走之后，我在想，你们既然是被石玉所抓，那肯定就关在这儿。哎，那苏儿姐姐呢？沈墨也不知道她去哪儿了。韩兄弟，我二弟他人现在在何处？我们俩分开之后，他就再没找过我。有了韩兄弟，如果再见到我二弟，务必告诉他，遇事一定要冷静，且不可冲动，以防中了石玉的圈套。你放心，我若见到他，一定告诉他。此地不宜久留，我先告辞了。找机会我一定来看你们。告辞，多谢了。陈靖农，陈靖农，沈氏三兄弟杀害翰林学士之女，沈晨、沈君今日有实问斩。提供沈墨线索，赏银300两。哎呦，300两呢？啊，这么多呀！对不起。是啊。陈靖农，陈靖农，陈靖农，他出去办事了，还没有回来呢。你是谁啊？你不认识我，可是我认识你，你就是沈墨吧？啊，哎，您是？你看，那边有你一个故知。苏儿，他还活着呢。苏儿，苏儿，哎呀，苏儿妹妹，来来来，我看看看，太好了，你还没死啊，太好了。你就那么想我死啊？啊？怎么了？还好吧？没事，想伤。哎，你不知道啊，我找你找的好辛苦啊。我去悬崖边找你知道吧，就看到一只鞋在那。后来我又去悬崖下边找，根本就找不到，我以为你被他们给杀。哎，你哦，别！哎，你跟我说说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当天那几个蒙面人对我穷追不舍。浩翔在前面，快跟我追上去！站住！站住！走，快！
看来他跳崖自尽了。倒也是，咱们兄弟俩也算省事了。走，我们下去看看。就这样，我侥幸逃过了一劫。可谁知道我一下山就又遇上了他们。哎呀，刀刀置我于死地，下手毒辣。多亏了陈姑娘，她及时赶到，救了我一命。陈静农，哎，她好像很喜欢你啊。别瞎说。哎，素儿，你这平日久居深宅的，素日也未曾与江湖上的帮派结怨，怎么他们一心想置你于死地啊？这其中啊，定是有诈。你还是尽快跟我回临安，禀报我的父亲，让他派人查探。只要你活着，就是最好的证人。他们这些人，摆明就是来要我的命的，怎么就成证人了呀？凶手到底是谁啊？我大哥跟三弟，就是因为你，被史衙内抓进牢房里头了。又不是他们要杀我，他凭什么抓大哥和三弟啊？哼！哎，哎，哎，你干嘛去？哎，素儿，素素儿，你去哪儿啊？你去哪儿啊？我去找史玉要人啊。哎，我说你性子比我还急了。这件事我总觉得史玉那小子是脱不了干系，但咱们即便要去，是别得好好计划一下啊。啊？猴急的。沈梦，哎，静农，这次多谢你救了我跟素儿，待我救出。官家已张榜，今日有时之前，你要不去投案，你大哥和三弟就要被押到刑场问斩。有时之前。你们跑不掉了。果然都在这里。你们是谁？索命的阎罗王。给我杀。一个活口，回去报信也好。这些人到底是谁啊？一心想置苏儿于死地，还没有看出来吗？他们虽然要杀苏儿，但是真正的目的并不是苏儿，一定是有人从中作梗，目的是要加害于你们兄弟三人。马三爷死了，以后我们该帮佐舵，就完蛋了。什么？饭桶！全是饭桶。青大人，技不如人，也不能怪他。还是史大人大量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马上带人分散到人群中，等沈墨苏儿一到，速度将其杀掉灭口。事成之后，我定有重赏。谢史大人，我这就带人去。请进。你马上传令官家精兵，等他们一过来，速度关闭所有城门。是。决战的时候到了。
墨，你我来世定做兄弟。婆婆，谢谢你这段时间的照顾，今日一去，恐怕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了。您万万保重啊！嗯，路上啊，一定要多加小心。哎，婆婆告辞，走吧。嗯。哎，你在看什么呢？这陈俊龙哪儿去了？我可是听婆婆说，你们一见面就吵，一分开就想啊。哎哎哎哎，谁想他了？我随口一说。信才怪呢。苏儿，别误会啊，咱俩从小都指腹为婚的，是不是？在我心里头，你就是我娘子。哎呦，瞧你这一步三回头的，咦，我才不要做你娘子呢。苏儿，我告诉你啊，这父母之命啊，你要违背了，遭天谴喽。哎呦，你就少贫嘴了，我还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呀。陈继农嘛。哎，我这真没想他。行了，走吧。不，我都没想他。没想，没想，没想，走吧。我不想他，谁想他？哎呀，快走吧。哎，你们两个，来吃饭了。明天就是行刑的日子，这是你们最后一顿饭了，多吃点啊，吃饱了好上路。你们两个路上也算有个伴儿。大哥，来吃点吧。事到如今，落到这般地步，让我有何颜面去见在天之灵的父母和师父？他们临行前嘱托我照顾好你二哥和你，可现在连你二哥在哪儿我都不知道。还有三娘，大哥，你千万别这么说。自从我们沈家遭奸人所害，你为了洗清沈家的冤屈，忍辱负重。你可不要太过自责了。如今张太尉还在临安城一手遮天，欺君瞒上，真是天道不公啊！张太尉这厮欠我们沈家太多。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他。但愿二哥能逃过此劫。三弟，来，喝了这碗酒，下辈子再做兄弟。大哥，下辈子你还是我大哥。沈郎，沈郎，你们放开我，放开我，沈郎。
你在这儿等我一下，我去寻找黑。别动啊！沈家从来不杀官家的人，赶紧给我闪开，不然伤着你们了。二弟，只要拿到奸臣的罪证，我和三弟死而无憾。快走，抓住凶犯沈墨，一起斩首，违令者斩。二哥，快走啊！是。你若再不停手，我便将你兄弟二人就地正法。三弟，大哥没保护好你们，对不住了。嗨，这头掉了板大个疤，一会儿啊，等咱们做了鬼，咱们就去临安找那张老贼算账去。大哥，咱不是说好了吗？要死一起死，要活咱们一起搏。兄弟，沈家三兄弟蓄意谋害朝廷命官之女，罪重当诛，皆囚车者斩立决。陈道，斩！这么做，走啊！我不管是否值得，我已经喜欢上你了，要死一起死！哎呀，你救不了我们的，走！给我拿下！
陈姑娘，志东。你们沈家兄弟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我陈静农能跟你们一起上路，值了。陈静农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快走。志东，陈姑娘，你别打了，走。否则我杀了你！都给我住手！是何人？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！你要再晚来一步，我啊，真成了劫法场的恶人了。又是何人？不知是巡视官大人驾到，在下乃丈人。哎，苏儿，苏儿妹妹，苏儿，你还活着？哎，你是谁啊？我是史玉啊。苏儿，你我虽未谋面，当我接到婚书那日起，我便对你日思夜想。得知你被沈墨所杀的消息之后，我是心如刀绞啊！是要杀了那个混蛋替你祭灵？混蛋！史玉，你休得胡言！我莫名无辜被歹人劫杀，是多亏了陈姑娘、沈墨还有杨婆婆救了我。
你现在却恩将仇报，还诬陷他们沈氏兄弟，天理何在？孙儿，我真是我。 什么意思啊？这分明就是杀人灭口！哼！经查证。 不过挺敢的，婆婆，你分明知道沙苏儿是张太尉祸害沈家兄弟的毒招，为什么不揭穿呢？死无对证，就是闹到皇帝那里，也只是空口无凭，更何况。 只是暂时救了沈家兄弟的性命，这也是万全之计。我就不信张太尉他可以一手遮天。送君千里，终有一别，我们后会有期。杨婆婆，大舅之恩，沈家兄弟莫齿难忘。免礼，免礼。靖侬，走。驾，驾，御。 沈臣，快带苏儿去连安县禀报，否则你们沈家又有麻烦了。多谢巡视官大人。驾。杨婆婆，这位巡视官大人来去神秘，一定是身怀绝技之人吧？说的是，他可是杨家将杨宗保的后代。哦，敢问婆婆，这位英雄的后人。 您是怎么认识的？我乃杨家烧火丫头杨排风的先子孙。老英雄，受晚辈一拜。免礼，免礼，快快请起，快快请起。哎，婆婆，你和我父亲也认识啊？我和你父亲是从小一起长大的。啊，是吗？苏儿，后会有期。嗯，静能姐姐，等你有空了。 你就让沈墨带你到临安来找我玩。好，一路平安。嗯。哎，靖侬，我送完苏儿，我去找你啊。不必了。哎，静侬姐姐，我替你答应了。哎，没听见没？二弟，走了。沈郎。哎，等会儿。等我。哎 我说你怎么总扔下我？啊？你怎么来了，三娘？哎，嫂，我说你们兄弟几个，我做了一桌西施豆腐大宴等你们回去给你们庆功，可你们倒好，又扔下我一个人。幸亏我和韩都督跑得快，豆腐宴吃了。行了，菜还没凉呢，回去跟我啊吃饱喝足了再赶路啊。谢谢嫂嫂。哎，你叫我什么？嫂嫂啊。 辛苦了，你们几个。哎呦！